女巫主啊，对这个空间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可以拥有一个每个女生都梦寐以求的更衣间。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更衣间，灰烬加上深色铁件，还有比较浅色的皮革，完全呈现出来的就是国际精品店的规格。精品旗舰店的规格还不仅是更衣间哦，等一下马上带大家看看，这个浴室也非常非常让人惊艳。旗舰店的更衣室搭配的是总统套房级的卫浴空间。我们看到的卫浴空间呢，其实延续了更衣室的风格，运用了大量的铁件，还有用了很多的特殊涂料来创造异材质的效果。帐板浴缸呢，其实比很多度假汤屋看到的尺度跟规格都还要来得大。而且你看到了吗？其实在这里呢，还是延续了屋主从国外生活回来的经验跟记忆。两组 shower 用的莲蓬头，还有两组洗手台，其实呢，让夫妻两个人不管是在早上准备的时候，或者是在沐浴的时候呢，都可以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我相信女屋主应该迫不及待想要入住这里了吧。设计师花了两年的时间，打造了拥有独立小花园的三层楼的自地自建别墅，并分别在一楼及二楼满足了父子对于居家的不同期待。而同样身为运动员的父子俩，共同的需求就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健身房。设计师要如何迎接这个挑战呢？其实正常健身房一般可能会考虑放在地下室，从住家来讲，那它其实放在顶楼的目的，其实第一个是什么？因为代表说健身房是一个使用重点，第二个是它需要这种很好的这种新鲜空气跟这种自然景观。像屋主的儿子本身是职业运动员，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健身其实是一个非常科学而且系统的一种结合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设计三楼健身房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饭店的健身房去设计，好比说它的承重方式跟这个吸音方式，所以说我们在这边是根据两个人的需求来做计算的。所以当初建筑结构技师在计算的时候，其实是有考虑到这部分何在，它是一个一开始就考虑的事情。自地自建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已不是梦想，黄世华设计师为屋主量身打造了拥有独立小花园的三层楼别墅，以博物馆般庄严的建筑外观，用简约的线条及自然石头的凿面，创造屋主想要的外观设计，以 3.3 米接近挑高的高度，让建筑看起来独具气势。在一楼的设计上，设计师为很注重居住品质及健康问题的屋主细心设想，选用进口的仿大理石纹砖取代大理石，而沙发背墙则使用绷布，减少户外的环境音干扰，达到安静的效果，并点缀上薄石板、钛金属收边及台湾快木的家具，强调质感。主卧房更衣室使用台湾快木，让香味满意，而浴室则以饭店同等级规划，以进口瓷砖贴附墙面。二楼的空间则以国外常见的情境式营造，不过度精雕细琢设计，从还原真实谷仓的大面门扇开始。天花板则是利用梧桐木，由屋主亲自火烧，让每一片木头片都有不同的色彩。沙发墙面则选用青砖再加工，强调出真实生活感。而吧台的设计上以精致的菱形切割作为造型，使这个角落的精致和整体粗犷感相辉映，让谷仓工业风放在豪宅之中也完全不突兀。而兼做音乐练习室的书房，走的则是 Kelly Hopen 的时尚风格，选用皮革、铆钉等元素凸显质感。主卧房则使用两公分胡桃实木人字拼的地板、羊皮隔漆、梧桐木、崩皮床头墙及工业风格灯具，强调儿子不喜欢过度装修但重视质感的需求。女儿房则以女儿喜爱的时尚风格为设计主轴，选用紫色系，结合轻古典的风格，完美呈现出女性柔美的氛围。
这个房子其实基本上交付使用已经半年了，那这半年其实我们经常回访，他非常感谢我们团队在这个设计上的这个付出，因为他认为从户外的景观到建筑到室内的空间使用，基本上都是跟他想要的东西非常接近，甚至超出他某些的这个想象。那这个案子是我们觉得目前为止相对来说我们跟客户都是一个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互动过程，所以说我们跟客户其实现在基本上跟家人关系比较类似，就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出来回访来看看他使用情况之外，更多就是来跟他喝茶聊天，我们去谈谈彼此当初在过程中一起碰到痛苦干苦谈，对，这是我们觉得一个很大的收获。设计师以质感和机能兼具的设计，从无到有，大至建筑，小至家饰软件，掌握预算与时间，建构出一栋会呼吸并且有暖度的度假别墅，满足了屋主、儿子以及两人专业兴趣的需求，完成屋主心目中的梦想生活宅邸。想看更多黄世华设计师的精彩设计，请上网搜寻设计家。看电视上网站搞定装潢，找到最优质设计师，快来设计家按赞，请上 Facebook 搜寻设计家。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 'cause the stronger my heart gets, the stronger my pen gets. I'm waiting in line for good times to follow me with sunshine, baby. All darkness hardly. We keep it on the up and up, man. No frontin'. I wonder if I'm needin' a frown more or somethin' 'cause smile. Stay on my